世界上找不到四块五的妞，行走在凌晨两点的马路上，你疲倦地拿着半盒黄鹤楼。你说可怜世间万物没有四块五的妞，怎样了？你兜里只剩五块出头。人生路上，你说你想去看没有边际的海洋，那里可能会有三块五的海景房。风雨交加的时候。